嘉比中青岛一个面积最大的屏东县，2023年的嘉比节内的活动就要开始了。地图包含从嘉比比赛、台湾南区精品嘉比条评鉴，还有台湾精英嘉比邀请赛也三大比赛，安顺做得为屏东带来观光热潮。一条国内的发通呢，对青年从业，从嘉比比赛开始，安顺全台湾各地不有四十一的县市捐下来参加。哇，好香哎，好多层次哎。屏东嘉比清香真有层次，屏东沿街嘉比农向外加油。屏东嘉比节内底发通首届本国年宴时，我们在蜂蜜、黑糖。还有一些比较高海拔的，还有会一些酸质的表现，会一些黑醋栗的味道。屏东产品那么厉害。屏东烟庄主纯米表示，屏东咖啡的品质十年的优秀，不过目前仲系屏东烟制咖啡，今年第一摆攀台湾南区精品咖啡头的评鉴，嘉义烟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烟同台东烟也五台烟市，希望以咖啡为由办一项比赛，成为南区最有指标性的评鉴比赛。目前大家比较骄傲的是我们的。冠军的咖啡庄园的分数已经达86分以上了，所以我们很期待今年的南区赛还有精英赛能不能突破。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，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的屏东咖啡，真的是温暖多一度，美味多一度，精品多一度。屏东咖啡节正式开跑。屏东县政府表示，嘉比清油产业观光经济加持，嘉比的消费族群形态、地方有无相同的文化同品质享受，系强化区域性竞争同合作关系。屏东嘉比节发通，本嘉比专业人员同民众进一步接触，同嘉比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为生活增添满满的嘉比幸福。下届新闻，潘胜邦屏东报道。